就真的是我们这个差距大概有七八岁的人，哎呦个人，哎呦，嗯，你看那个胡子有点刺。大嘻哈二六强杀进北流，又有最新 couple 诞生。觉得你刚那一首歌啊，我觉得在第二段的时候就是说进广告。大嘻哈时代二六强诞生，总冠军赛四月八号将挺进北流，没有最逗，只有更逗，谁又是你的 super idol？ 这一届的冠军会是谁 ？Gummy B。Rex 或是 Gummy B 吧，感觉是 Gummy B 或跟 Rex， 我觉得会是 Rex。Rex， 我觉得是 Rex。Rex， Rex， 就是 Rex。我只会模仿 Rex。啊、Let's go。18岁吧 ，Rex 打开气阀就可以把你各位喷没肉。It's so dope， 一包熟豆。老师，这个几包豆？今天100包好，100包豆。他说匪气很重，我就在家看了两三天三夜的劫匪片。哦、oh. ，看到我很想抢劫。你很逗，好不好？你也是，好，不要吵架啊，在面前的。我脚上穿到爆浆的蓝白拖是他招牌，也是目前六强中唯一的台语小老师哦。迷妹跟我住，我很想要去学台语。豆姐，豆姐几包豆？1000包可以。哇、哦！最好的安排从安慰变成体会，1500的消费到现在又涨了几倍。Hip Hop 是非卖品，活在这生态里。如果有天当我下坠，请你记得 remind me， 爱你的人比你想象中的更爱你。这是龙之谷的疯子骄子小卡比。AKA 龙之谷的风之骄子，曾是正大黑鹰社社长，也曾参加过第一季大嘻哈，擅长的技能就是 punchline 塞爆。布拉图布拉那一集哦，我唱 Rich Carby， 然后就被大家说哦，又是旧歌。Gummy B 唱敦化南路，大家就说哦，谢谢 Gummy B， 我经过敦化南路都会想扭一下。谢谢 Gummy B， 我经过敦化南路都会想扭一下。就在双标，一直在双标，真的是讨厌死了。我把你直烧，把你风吹，把你雨淋。想什么吃啊？想怎么吃完？想怎么抚平？看过谁狂悲，看过人痛悲，看懂了宿命。忽暗忽明，忽然忽近，人已注定。谢谢 Gummy B， 小编经过石桥都会想扭一下。话说啊，霸主这回好像吴亦凡呢。这是我在台大的一堂课的作业。原来是作业的部分。那评审老师，请为他的作业打分数，谢谢。他们说我将来肯定比。阿富曾被评审迪拉胖夸赞有一首瘦子的帅哥痛，别问小编什么是阿富，鼻子好大，鼻子好大就是鼻子好大啦，就是你的鼻子太大了，鼻腔共鸣太多了。昨晚我还在挪威，你看你的都是上巴的声音，上巴在共鸣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是聊身体构造的部分吗？不是身体构造。差不多吧 ，OK， 听听音乐 ，OK，OK，OK， 再来一遍 ，OK， 透过这电 ，OK， 不是要 OK。是问他跟章鱼哥有何相似之处嘞？就是一样都懂吹笛。三个字，好奇怪哦，从来没听过这种笛子哎。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，也很走心的话，就是不管你喜欢我还是讨厌我，就是把你的钱钱拿来支持这些选手。你喜欢的选手支持他的嘻哈圈，我们看看，我们这么努力才艺，不然每个都搞到生病的生病什么，我竟然还脚啊，最后一集脚啊凹到，对不对？就真的是我们这个差距大概有七八岁的人，哎呦个人，哎呦。嗯，你看那个胡子有点刺。